这是一期30+的职场女生的胶囊衣橱分享。我大概是选了6件衣服，就是一个质感比较好的白 T， 要有女人味的一个衬衫，一个印花的半身裙，一个舒适腿型的裤子，卡其色的半身裙，还有牛仔裙，以及我身上这个条纹衫。如果你是日常通勤的话，正义戒指够。第一套其实我是选了一个蓝白条纹的衬衫，偏职场，然后带有一点点休闲风的女生，你们下半身就可以选择同色系。如果转季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羊绒衫或者是小披肩披在肩膀上，穿出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像这个衬衫它是比较好搭的，所以如果你们下半身想要换那种深蓝色的裤子或者是卡其色的裙子都没有问题。其实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条纹，就是因为它不管在什么时候，除了印花，基本所有的颜色它都可以搭。接下来其实是一个白 T， 如果是职场诉求比较多的熟龄女生的话， V 领是会比圆领更适合的，因为 V 领看起来都会比较精致成熟一点点。喜欢穿裤子的女生，你下半身就可以换成那种深色的裤子，整体感觉有点休闲，所以我腰间就再加一个丝巾，然后鞋子的话选择皮质类的，看起来就会整体更精致。如果是职场风的女生，其实下半身就可以直接换成牛仔裙，颜色要选择深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有质感。好啦，这一期胶囊衣橱其实就是这样子了，这几组搭配你们赶紧去衣柜里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类似的单品，然后利用这些搭配方案去赶紧试一下吧。